现在要为各位示范的是基础指法五，在第十二页。那它的这个 pattern 是这样子的。好，各位会注意到，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把手整个放在弦上，然后往下弹。这个时候拇指离开了，再来是，这个时候食指离开了，再来中指离开了。最后一个是无名指离开，然后，好，也就是说，在每一个循环的开始，我都会把手放回弦上，我尽量在任何一个时间呢，都有一个手指能够靠在弦上，尽量不要让你的整个右手是悬空的状态，这是弹这种分解和弦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好，现在我来弹这个基础指法练习五，先慢一点，放回去，放回去，放。基础指法练习六，就是三连音。首先也是把无名指放在这个没有弹到的第一弦上面，自始至终都不要离开。好，然后这个三连音的节奏呢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